当朋友找你借钱的时候。别吃哥，这2万块钱呢，我保证3个月内我绝对还给你。实在不太行的话，我给你叠个啥子嘛。来来，打根悠悠，悠悠打去。抽我的，抽我的。来打根娃儿嘛。狗娃子，我说我们两弟兄啊，就不要说那些见外的话，晓得吧？我信不过你，我要借给你噻。你骂这个道理嘛。当找朋友还钱的时候。狗娃子，这娃儿马上要读书了。你看我那钱，哎呀，别圈哥，你还信不过我是啊？我心里面有数啊。来来，整个花子嘛先。你抽，你抽，你抽。我抽血儿。哎，我这那钱也到，我立马就给你。你要是着急的话，我这儿先给你整几千块钱，你拿去先花一下，晓得吧？算了算了，你还是有待一下给我嘛。当最后一次找朋友还钱的时候，狗娃哥，我哪怕是有一点儿办法嘛，我也不大想你开这个口嘛。你还是打个主意嘛。你看你做起那也咋咋样，像哪个不给你一样。我都说那个有的就给你，你犯了夫妻问啊？不是的，你当时说的3个月你就还给我。这都快一年了的嘛，这老年人要看病，大人娃儿都要花钱，我这儿是肩膀上扛红笼子老虎呀，那不是我哪得想你开这个口啊？哎，哎，你莫说了莫说了，给呀给呀，哎呀，你出来耍呀？借他2个钱，他把爹妈那儿搬出来，有意思没嘛？哎呀，出来耍，给呀给呀，哎呀，拿去拿去。想失去一个朋友，就借钱给他。